看这个神秘湖，美吧 ，transparent 的，什么身材都可以看到在里面。所以里面要记得要穿得好看一点，身材也要棒一点哦。OK， 你看我很想跳进去了。apartment 的 facilities 的，你一出一进来就可以看到私密部。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我自己本身蛮喜欢的，就是 the sauna room， 旁边还有 steam room， OK， so 最后隔壁有 washroom， 啊，这个哇，全新的。Come on， this is the sauna room， 哇、wow ，我跟你说，这里真的是太棒了。我只是可以对你说，你们真的要快快的报名，因为单单来这些 facilities 已经是值回200块了。OK， come on， come， sauna room。所以呢，你们觉得你们不想来这些 facilities 呢？你们想出去走走啊，散散步啊？ OK， 所以对面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晚上，超舒服的。一个大的湖给你们，还有公园，所以不要错过那么美好的时机，快点来。